missed your 21st birthday. I've been a bad one. Almost tried to call you. Don't know if I should. Hate to picture you half drunk, happy. Hate to think you went out without me. I'm sorry if you blame me. If I were you, I would.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徐。今天的视频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期忠犬小八家的探店视频。这家店铺呢，也是一个大店，就是我自己买过很多次，就是他们家的毛衣啊、大衣啊、还有棉服啊、还有裤子啊，我都买的有。然后这次呢，就跟大家分享有这么一些，主要就是一些毛衣啊，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就是他们家设计真的超级好看。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好好去看去吧。第一件呢，就这样一件这种毛衣开衫，这件开衫的价格就是70-80块钱嘛。然后这件衣服哈，就是那种比较可爱的风格，上面呢就是有一排这种熊啊这个样子的，后面呢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件衣服它整体的做工的话还是挺好，就上面这种镂空的这种设计啊，还有这种刺绣。然后呢，它上面的话就是有一排扣子。这件衣服呢，它外面这层面料摸着的话是那种稍微硬一点的面料，但是呢是不粗糙，穿在上的话就是我自己单穿也是不会扎人的。但里面呢，它就会有一点点小线头，其他地方都还好。就里面那些线头啊处理的就没有处理的很好看。这个地方穿在身上的话，版型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小个子穿也是很好看的，里面搭配裙子啊或者搭配那种半身裙都很好看。而且这件衣服呢，如果你春天或者秋天可以直接把它当做一个那种外搭穿。第二件呢，就是这件毛衣。这件毛衣我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它这个呢就是一个这种米灰色吧，是带了一点点灰调的，然后上面就是一个黑色的领子，它在上面呢就是一个这种大大的流流，然后加两个摸摸的字母嘛，后面呢也是一样的，真的超级可爱。因为我自己是属牛的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就特别适合我。这件衣服拿到手呢，它这个面料是特别厚实的，整体的做工啊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里面的话也没有看到什么线头，都是那种很密实的衣服，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我觉得这件衣服穿在上真的很亲肤很舒服，而且呢也没有起球的情况，就我现在穿了几次没有起球的情况，就这件衣服我自己确实还挺喜欢的。第三件呢，就是这样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呢，它是没有领子的，它就是一个这种小圆领的，大家可以在上面搭配一个那种打底衫，那种黑色的打底衫或者白色的都还蛮好看的。然后呢，它底下的话就这样一个设计，就是一个太阳，然后呢这个就是海，其他呢就是海豚嘛，就是一个那种偏海洋一点的，就是那种蓝色系的衣服。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话，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显肩宽，如果是肩膀有一点宽的姐妹的话，就不要去买。然后我用洗衣机洗了一次，它会有一点点掉色，但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件衣服的话，它这个面料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呢它就会有一点点薄，可能还是只适合春秋穿，冬天的话可能不太行，你就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内搭去叠穿，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它里面的话也是稍微宽松一点点，可以这样直接在里面套衣服穿的。第四件呢，就是这样一件毛衣。这件毛衣呢，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设计来说的话，就整体配色和它的设计，上面呢就是一个这种黄色的领子，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胸前，它的胸前呢是一个小羊的，然后呢旁边的话就是这种绿色和红色的一个撞色的设计，就不是那种很突兀的红绿撞色，上面的话就是这种蓝色的字母，整体的花色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但这件衣服呢穿在身上的话，它就有一点点太宽松了，就对于我一个153的小个子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穿着已经到我的屁股的一个地方了嘛，所以说呢就这件衣服只适合如果你喜欢宽松风格的姐妹就可以去入，你如果不太喜欢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这件衣服你就要去把它扎在你的裙子里面穿，或者是你就不要去买这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它这个面料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就除了它这个版型以外的话，其他方面我自己都还蛮满意的。第五件呢，就是这样一件紫色的毛衣。这件毛衣呢它也是那种比较可爱的风格，颜色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呢它有一点点偏那种暗沉一点的紫色吧，它是那种可爱的风格，面料的话也是挺舒服的，我穿了有2-3次，但现在是没有起球的情况，但是呢它会有一点点毛毛那样浮起来。然后呢这件衣服我觉得它整体的设计的话，就前面的话是一个小熊嘛，穿在上它的版型呢就底下是做了一个这种收边的处理，我自己不太喜欢，我觉得这个边收的话就有点不太好看，整体来说不太好看，我觉得卷起来的话卷起来穿会更好看一些。这件衣服质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底下要是做的跟之前的那件毛一样，它稍微洒一点会更好看一些。第六件呢，就这样一件黑色的这种卫衣。这件卫衣呢，我觉得它的版型真的很好看，虽然它是稍微宽松一点点，但是呢就是穿在我的身上的话，我觉得就是它整体是完全不显臃肿的，而且呢也是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一个那种显瘦啊，视觉上还是蛮好看的。它的胸前呢就是一个这种北极熊的图案，然后加这种字母嘛，但这个图案呢它是胶印上去的，就是我怕它洗了以后可能也是会有一点点裂开嘛。那这件衣服呢洗了以后它是不怎么容易掉色的，因为我自己洗了有2次，但是呢这个黑色它就是有一点点太容易粘毛的，就大家看
看不看得出来，大家就需要买一个那种滚筒器，就除毛的那种滚筒器，真的特别的划算。就平洗机的话几块钱还包邮，我觉得就特别好用啊。这件衣服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它会有点粘毛。第七件呢，就是这样一件这种白色的棉服。这件棉服呢，价钱是200多块钱嘛，后面呢就是一个连帽的款式。这个衣服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白色，它是一个带了灰调一点点的那种米杏色，带了一点点灰调。然后前面的设计呢，其实比较简单，前面就是两排口袋嘛。但这个口袋上面呢，它也是有那种拉链的，就这个样子的。这件衣服呢，它底下的话还做了一个抽绳的处理。其实穿在身上的话，我觉得它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显胖的，因为这种棉服的话，棉服一般都还比较显胖。然后呢，它就是面里面的棉的话填充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我觉得这件衣服穿着的话还是比较适合过冬的，像现在这个季节穿是刚刚好的。就这个颜色的话也还挺耐脏，不像那种白色，那种白色的话就很容易就搞脏了嘛。这件衣服的话，如果大家喜欢那种宽松一点的款式可以去入，因为这件衣服它就是那种宽松版的。第七件呢，就这样一件紫色的这种面包服羽绒服，因为它商家的描述里面是这么写的嘛，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好看，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颜色。它这件衣服呢，整体的风格就是偏那种运动休闲风，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设计啊，也是很简单的，没有其他那种多余的设计，就这样两个口袋，后面呢是有一个帽子的。那这件衣服呢，它穿在身上虽然说是一个面包服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很显胖，就是版型来说的话还挺好看的，而且小个子呢穿着也是很合身的，就是你里面可以多套几件衣服，因为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宽松，但是呢又是比较合身的。这件衣服相比于前面那件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件衣服它就会更好看一些，版型会更好看一些，大家也可以在底下搭配裤子啊，或者搭配裙子都很好看。第八件衣服呢，就是这一条灰色的裤子，这条裤子呢拿到手它是完全没有味道，真的完全没有一点异味，我自己把它打开，然后这条裤子呢它也是有一点点弹性的。这个颜色我真的超级喜欢，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话就是那种很有气质的颜色，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穿这条裤子啊，它其实底下这一块都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一个很显瘦啊，很显腿直了，就是很修饰腿型的一条裤子嘛，但是呢就是很显三角区，我穿着的话就这个地方特别的尴尬，大家可以看我的上身图就能看出来。所以说如果我穿这条裤子的话，我就必须要穿一个稍微长一点或者稍微宽松一点的衣服去把这个三角区盖住才行。但这件衣服呢，它这个面料其实还蛮舒服的，但它不是加绒的，它就只有单单的一层，就只适合春夏或者是秋天穿，弹性还是挺大的。最后一件呢，就是这样一件红色的大衣。这件大衣呢，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我去年买过，但是去年那件的话有点太宽松了。然后这件呢，是我今年刚买的，我买的是一个最小码，好像是 XS 码吧。就这件衣服，它今年的版型是改版了的，穿在我的身上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小个子的。但这件衣服真的太重了，就我这样提在手上，我就真的有点点撑不住了，因为这件衣服真的太厚实了，里面是夹棉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小个子的话，想冬天买一条买一件这种稍微可爱风一点啊，稍微比较适合冬天的大衣的话，这件衣服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没有去年那么大了，整体的版型还蛮好看的，里面搭配的话我觉得也还比较百搭的一件衣服吧。前面呢就是有三粒留脚扣，都是很有质感的，这个扣子真的很有质感，就是这种扣子。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还好，面料呢是比较厚实的，也是比较舒服的，这种面料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中泉小巴黎行自制家他们家的探店视频，如果大家想看其他的探店呢，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如果大家有买他们家的衣服呢，也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反馈一下他们家的衣服的质量如何。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视频，如果喜欢这一视频呢，就希望能够关注我，并帮我点赞、投币、转发、收藏、下方。那我们就下一视频再见吧，拜拜。